这26架飞机是中共国的，而且这些沿途的国家都同意的。你看他走哪儿啊？新疆、喀什、阿富汗，100%听他的。然后到了整个印度洋上，他是完全是可以的。巴基斯坦、伊朗，然后从阿联酋、阿曼整个转过来，到沙特来，到红海，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实弹、作战状态、信号机、通信机，这都不算数，这都50-60架飞机了要途经各国，各国都会飞机、战机升空保护西太阳。仅仅一个巴基斯坦，为了这次护航，就敲诈了他5亿美元，就是我这飞机上天上跟你飞歼15啊，这歼7啊，歼9了，5亿美元，哪个国都是发了钱。